Oh my god！ 那是琪琪吗？海牛，你现在觉得浪味？琪琪，你现在直接站到我镜头前面，直接晃。哎哎、欸欸，靠腰，你怎么在这里呀、啊、？Oh my god！ 是大家很想我吗？怎么我又回来了？滚啦、欸！我怎么进来了 ？By the way， 我真的不是自己进来的哦。好。没关系，哦、我刚没有说为什么我觉得 TXO 琪琪最帅，你没有问我为什么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穿浴袍的时候，我看他若隐若现。Oh my god！ 请他以后直播就给我穿浴袍。我今天直接抖内他，我今天抖内他。那、啊、你本来的声音就这样吗？怎么？你又觉得我声音不正常了吗？没有，好奇啊。很像没、okay ，你很像那个没？哪个？那个啊，钟明轩。OK， 我们都是美人。来，大家帮我把彩虹旗举起来。好了，我走，我走。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来，换你了。啊，换我了。够实力。对不起啦，我有问题，对，我有问题。快讲，快问！你们什么时候有机会来高雄啊？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了。我知道啊，可是那时候刚好没有空嘛。那你们还有机会再来？可以去台南啊。哦，真的哦？什么时候啊？21号。21号，好的。那琪琪在吗？不在。爸，没有啦，只想跟他打招呼啦。耶、yeah ！我很有礼貌吧？还不错。谢谢。你本来的声音就这样吗？差不多吧。真气呀、啊，厉害、啊！牛皮耶！有没有考虑跟我一起玩呢、啊？有没有敢强？不要怕，兄弟，我挺你。你很强吗？我还可以啦。你有星耀吗？只是我们在打排位，那这样就不行。哈，可是我排队胜率70%耶。那你就上来了。最高达到好星耀，星耀的话，你愿意跟我打吗？待考虑。待考虑哦，好啦，谢谢你的考虑。Yeah, 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终于，我居然进来了。我想要表达一下我的快乐。超幸运的。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！虽然我没有做运动，可是我好喘呀、啊。加油，稳住，稳住，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件超级快乐的事情吧。好，你分享，慢慢来，就是、慢慢。今天我放榜，我考到第一志愿了。哇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！我是台中人。好。跟你一样，超级骄傲。没有啦，我也没什么。你要问问题吗？冷静一点。没关系，我把时间给下一个人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加油，拜拜。加油，拜拜。他是不是快气喘不过来？我把那个梅亚，不是那个梅亚，那个国际美人拿下。喂，国际美人，你他妈讲话啊 ！Oh my gosh， 那是琪琪吗？我跟你讲，海牛，他在，他见得到。海牛，你现在觉得浪味？琪琪，你现在直接站到我镜头前面，直接晃。晃什么？就随便咬，它就会喷水水。晃什么？他说怪不得你都穿浴袍，因为它会喷水。我想说，就琪琪，就是我有机会吗？我也是条件不错的 ，you know。他说他，你有听到吗，兄弟？有啊。他有听到，你再讲一次。就是
就我有机会吗？因为我条件也是不错，就是大 C 小 D 这样子。大什么？大 C 小 D 呀，超小的啦。不是啊，就是琪琪现在不给我答案是怎样？可是琪琪有女朋友了、欸。OK， 我今天去找韦恩。他说要去找韦恩的啦，这样我听不到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大 C 小 D 条件不错，他比你还小、啊，比我还小哎、欸！你比我还小还敢来啊 ？OK， 他怎么讲话这样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可以用你真正的声音吗？你用真正的声音跟我聊天。这是我真正的声音啊！琪琪，你觉得我声音也不错。他真正的声音就那样呗。真假的啊？你认真啊？奇怪的歧视啊！琪琪，你真是，你觉得我声音不正常吗 ？Oh my god！ 没有，我觉得很好听的，很好听。OK， 你身材也不错。笑笑，真的很怕、欸，很可怕。抱歉。好了，那琪琪，就是我跟你讲一句话，就是你那个浴袍以后穿开一点，就是那个深 V 大概 V 到肚脐那边 ，Oh my gosh！ 你今天抖内，我得帮你抖内，你今天抖奶，我抖内抖奶。你再说一次，他没听到。就我现在的浴袍以后穿到深 V V 到肚脐，然后你我今天抖内你，然后你就抖奶，我抖内你抖奶。为什么？他说他要抖内你，然后你抖。你要抖内多少？就看你诚意啦 ，You know， 就是3000，就是直接私下包场，哇 ，Oh my god， 太便宜了啦，我才值3000，是不是啊？包鬼，就韦恩大概5000，大概3000 ，You know， 你很小气耶，你很小气耶、欸，你好小气哦、喔，我要把你，你知道韦恩多壮吗？我跟他是差不多的哦、喔，我看过韦恩哦、喔，韦恩以前我看的看很多，我看过韦，我看过韦恩的蛋蛋哦、喔。哎、欸、小秘密小秘密，韦恩大概多大、啊？我应该不用吧？你傻傻，你不要再，你到时候被告，我跟你讲。拍水，我可以，韦恩，我真的可以。你去私讯韦恩粉专呐、啊，他一定会理你。私讯韦恩粉专呐、啊，他会理你。你们就直接帮我搭桥。我真讲，我、哦、完了，抱歉，那他女朋友在管的，你们出事。那你不要密，那你不要密吧，危险。我可以当第二个，就是小妾这样子。小什么？小什么？就是我可以当小三，小对，小妾。你呢 ？OK， 再听下去，再听下去不着，机器会错乱。好了，我也可以一打二，就是琪琪跟韦恩一起来，我也是 OK， 我体力很好。好啦，你 OK 了，你我们要开始正常的节目了。OK， 我永远支持你，海牛，你就是虽然不是我菜，但是我去看你的台。好，谢谢你，你很棒、哦。OK， 但我是国际啊、哦，谢谢，拜拜。你不是国际美人，滚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请说。哎、欸，我是小高。你是小高。对。你说我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说像你们平常开直播的时候，就是他有没有办法是比方说固定的时间开，这样子才有办法就是知道你们要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对的就是固定时候看，这样子不然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时间就很难 follow， 因为 时间都是很随机的，因为平常也是有别的事情，哦、就是有时候，但是开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发 IG 的限动，所以有追踪 IG 就还好。对，这是一个建议啦，这是一个建议。对，那最后我可以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吗？好，请说。你知道那个深海鱼吗？就是那种海底的深海鱼。嗯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容易哭吗？深海鱼为什么容易哭？对，他们很容易哭。让我想。深海鱼为什么容易哭？深海鱼为什么容易哭？对，因为他们都很丑，丑哭了。没有，因为他们压力都很大。好，祝你们下一次就是比赛加油。好，我会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
Hello, my name is Ray. I'm come from Thailand. So every time I watch your stream, I feel great. My heart is healing. You know.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I don't know. You can speak Chinese. I can speak Chinese if you want to. 你是真的泰国人吗？对对对，我可以讲泰国话。中文讲得很好哎。哦，因为我在台湾出生，台湾长大。双击卡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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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Swati cup. 上我的 cup。男生要用 cup， 女生要用 car。上我的 cup。对对对。哦，对对对，牛逼哦！我喜欢你，谢谢。你可以比个爱心吗？考虑一下。你害羞？给你了，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